由我们的绿地集团来建的，还有一个呢叫做会议中心和展览中心啊，合起来叫做会展中心。那我们现在能够看到呢，会展中心上面呢就有看到那个原色的帐篷，那个有没有看到？不要亏，哎，上面有一亮一亮一亮的那个，那个就是我们的会展中心了。好，这个是商务外环吧，商务内，我们走商务。就从这儿下。看一下有没有彩色灯的，有没有看到左手边彩色灯的那个就是我们的艺术中心啊，就是我们的艺术中心了。对对对，哎，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啊，我们转一圈，我们转一圈，这个是一个圆形的，下去就顺着这个慢慢的转一圈。那500人开会，那一个厅，啊，那这个呢是我们所说的，对，还一直走，顺着这个路一直转，就这一圈。那我们说的这个呢，就是我们所说的会议中心。这个会议中心呢，它没有梁，它没有梁，它只有一根立柱，全部靠好。这个运河呢，会一直通到我们的湖，就是我们的湖正中间。那以后的郑州就是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这个样子。看到呢，这边呢是有一个半圆形的、半括号一样的一个那个玻璃幕墙。这个玻璃幕墙有没有看到？有。没有看到哈？这个玻璃幕墙呢是另外一件乐器，叫做鼓。看这个来，各位哈，我们过来之后，我们来看一下啊，直不过你看着往那个金水。紫金山立交桥，来，我们回过头可以看一下，整个这一片呢都是我们的新区了。我腿两边不太痛，就是那关节一弯的，一直会痛。